种用大家来发展的方式吼。啊，咱下骹这物件是用一般咱迄种塑胶水果大支的，啊，通用迄个大支的材质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吼，咱有一个想法就是讲，假如讲这也是风台要来进行，大水要来进行，咱用大水淋花是较可以，变做可能头发，啊，雨水滴下来滴。咱减少雨水流入溪的程度，减慢伊的速度，伊雨水来的速度是在流程的时阵，伊的水位会较悬，会就来减轻咱这个地区雨水这个雨水也是讲大气雨水影响。哦，啊，这是我的一个方法。啊，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安怎？假如讲像讲发生像水洼这个洪灾，是啦，咱准备大少水，大水冲落来。哦，啊，因为大少。那你要利用这个所在来做，我将那边土地所在，因为咱怎样讲，咱这个所在吼，等级继承能力下限呐。啊，像咱政府两公司的效应，有可能咱无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咱拿比的现金放在上面的时候吼，有可能会对你差。啊，咱用这种方式的时候，咱直接把咱的土好土管土管土管，我从好好咱的土地变，因为这个哦地球暖化还是上升，哦直接产生地层下限，不然土地暖化。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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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水来对，啊而且咱这也是个饮水，咱土管以后嘛会增加咱这个所在吼，诶土地负担啦。我想这是一个较长期，包括咱这个哪边加重啦，刚刚政府平常家，迄个地层下陷饮水的问题。啊目前吼，咱有专柜的所在，啊当然咱管政府伊带头啦，伊要先用因老爸迄个任务吼，先来做一先来做一，啊目前吼，啊佮有咱。咱五大面嘛，要用伊个基地啊，先来做，先来去做做内湖啦。哦，所以讲目前我是规划几个所在，要先做第一期的做这两块好来看，啊，这两个啥物事？哦啊，咱看点了伫遐，咱看了伊好多，然后讲伊这个范围，哦，咱看一寡牌啊，来发展，然后话点点点点着，就是规划点着，证明讲咱看话点点，咱就看落去算讲，我要收偌济钱。啊，我相信讲咱做伊做以后，咱大有看到有真正，咱就看了了讲这两家这两家是好多。啊，假如讲话是讲咱这顺利推广落去吼，未来咱这个哪边家政府这个管定为上关吼，咱超将近超了百公顷以上土地，我做做安尼处理，对啊，可能不止啊，对啊，当然咱是希望讲吼，我就用这吼替代像一个除了是伊啊定在固定定产以外，安尼较长期较稳定是这个方式，而且袂去潜在的影响。即即马吼有一挂案，就是阮过去吼进行第一台湾甲日本有做过一挂案，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哦，这是成功，阮目前要用的方案是变形的，就是咱只看只鸟是鸟类，哦，就是种迄一地差不多两地啦，两地加起来种将近超过一年的年纪啦。啊，咱两种换地方就是两地安尼投入，这两种方式一种这叫单精的啦，这叫多精的啦吼，就是讲这是两种目前咱。市面上上快叫伊产生办，啊，本身阮公司就是咧生产这种棒的，所以讲，阮有法度用，如果积极的帮，继续发展的帮来去替咱这个用心吼，咱来做一挂方式来去解决咱目前的问题啊。啊，咱这个方式咧，有法度带来什么好处？咱看到是讲，我变靠近都，我变靠近伊啊。我都用提着，差不多的薪水。以外，因为咱这个物件有一寡问题，比如讲咱嘛叫人边头发地，头发放啥，所以讲阮成立一个咧，就讲巡守队安尼。啊，咱的地主也是经过训练在，咱咪用家己的巡守队来带强壮队吼，咱这个发电的安全以外，各种地增加薪水啊。而且，这将来环境有变，按算讲要创造一个太阳能的专区。我哋咱提供这个经费，因为目前咱知影新店有啥物，即卖变做是咱科技所在。就是迄边公司十几年也开始成立一个新竹科学园区嘛，这个是两家投资，迄带动的唔单是讲迄个新竹迄个所在，迄个贵个迄个经费以外，你相对引进厂商投资人，两家想开始放大，伊嘛是增加迄个人收入，而且过来带动咱土地增值安尼啦。过来就是讲，咱利用这个过来的，用黄金咱土地点点啊，一直比落去，